997，我们来啦！你们都许了什么新年愿望啊？新的一年，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。我要挣大钱。哎，吕光南，我记得你以前不是这个愿望啊，怎么变了？嗨，那还不是因为之前的愿望都实现了呗。哟，那个，我就宣布一下啊。嘿嘿，我吕光南用了10年的时间，终于追到了陈俊本。我都20岁了。20岁怎么了？20岁挺好的。20岁都可以结婚了，我连恋爱都没谈。我也是。谁要跟你一样？新的一年，我要谈恋爱。我也要。其实今天，我也有件事要宣布。我和白兰，我们决定一起去上海啦！好，妈，您就别生气了，我给您送水果来了。妈，不是，点声好。您把自己关屋子里都关一晚上了，我跟我爸都担心死您了。您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可就真离家出走了。妈，离家出走啊？你都不跟我们商量一下，你就自己决定去上海？我这不是正跟你俩商量的吗？这是商量吗？这是通知。好，走。从你出生到现在，我从来没有发现你妈发这么大的脾气。要是从我俩认识开始算的话，也就发生过那么一次吧。哪一次啊？那时候啊，我们俩还没有公开，在搞地下工作，家里人都不知道啊。你奶奶啊，非要让我去相亲，我就去了，结果被赵立珍同志知道了。我的妈呀，2个多月没理我呀。这么久啊？那后来您是怎么把我妈又追回来的呀？后来啊，经过我不懈努力，写了上百份情书，这个事儿才有所好转啊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一提起这个事儿，我这后背还直出汗呢。可以啊，老爸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。那我这个事儿，你也帮我想想办法呗。帮你想想办法。看来，要降得住赵立珍同志啊，必须是我亲自出马了。这陆小璐啊，太不像话了，在他眼里还有没有这当爸当妈的了？要我说呀，就是揍他揍的太少了。你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你？我儿子啊，轮得到你骂呀？我骂儿子行，你骂不行。臭小子，你说当年啊，我这肚子上我拉了这么长一个口子，我把他给生下来了啊，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我把他给带大了，就生出这么一个没良心的东西。瞧他那点出息，有了媳妇就忘了娘，就这一条啊，他就是跟你学的。怎么成了跟我学的？怎么是跟你学的呀？随根儿，就这一条他遗传。哎，我跟他不一样啊，我可是一颗红心向着你啊。你说怎么办呀？
你说怎么办呀？你得跟我一起想想办法。你不能让咱儿子像你当年那样，那么容易的就让媳妇儿给拐跑了啊！不是小鹿，你没疯吧？啊，你为了去上海，你现在在这儿学习参加那个什么成人高考？大妈，不行吗？要不是因为白兰，我现在正在大学教室里上课呢。他现在陪我复读重考，多好啊！不是我瞧不起你啊，就你那成绩，你要是参加夜大考试考上了，我信。你说你能考去上海，这就跟长脚告诉我他要去香港红磡开演唱会一样，多扯呀！谁呀？哎呦，程角，你藏什么呢？我看看，啥都没藏。什么呀？不是小王叔吧？不是。你看书干嘛？我，小洛。哎呀，你们看见程角了吗？程角？我怎么在这儿程角？没有啊。几天见不着个人影，维修班好多活都没有人干。全场十几个水泵灯泡没有人修，哼，姑舅跑点躲清闲的吧。我估计我们要看见他立马把他揪过去。行吧，我们再到别处找找吧。走吧，走。哎，走了吗？走了。高中化学书啊，你该不会啊？我也想高考，我就想着厂里效益也不好，所以呢，我就想出去试试。但是你俩千万别跟别人说啊，他们说只要参加成人高考的工人，那就是不务正业、好高骛远、三心二意、朝秦暮哪儿？朝秦暮楚。你们知道吗？要是被抓住，不光是要罚钱，还要调去倒三班，这才是应该有的觉悟。倒三班多吓人呢、啊！别学了，长角啊，我支持你，我跟你一块考，真的。嗯。某些人越是看不起咱们，咱们越是得证明给他们看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小子太好了！班长，班长，我看到长角了，班长，你小点声，小点。班长，小点声。我给你盛一碗汤，你可以多吃一点的，太瘦了。够了，谢谢。来，你不知道啊，我最近这是怎么了？浑身上下都不舒服啊，晚上睡觉头疼，白天上班坐着那腰疼，哎，就这肝啊，哎呦。动不动的，哎呀，特别的疼啊！你是学医的，要不然你给我看看。阿姨，我已经不是厂医了。您要是身体不舒服，可以去找田大夫或者去医院。还有，这个位置它是胃，不是肝。啊？是胃哈？啊，我这。也一把年纪了，儿子呢，好不容易带大了，我不求他大富大贵，可是你说，他这一谈恋爱，就想离开我身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明白了，您今天找我，是为了小鹿去上海的事儿。你能看上我们家小鹿？是他的福气。小鹿这孩子打小就淘，可是淘气归淘气，在大是大非上，他从来都没有跟我们拧着来。怎么一遇见你，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可能就是真实的陆小，
他有他的理想，他的追求，他的叛逆。你是不是觉得你很了解他？好，那我就问问你，你们有共同的爱好吗？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吗？有一致的人生追求吗？你们现在相互喜欢，很喜欢，觉得很新鲜，你们能保证一直喜欢吗？你们现在就决定背井离乡出去漂泊，你们想过为彼此的未来负责任吗？阿姨，我只知道小鹿他很喜欢我，我也很喜欢他，所以既然我们决定要一起追求我们想要的生活，就不会轻易的被动摇。你们太年轻了，觉得为了爱情可以牺牲一切，这样很潇洒很勇敢，但是将来你们就会知道你们现在的决定有多天真多疯狂。但是如果年轻的时候都不天真疯狂一次，将来是会后悔的。这房子啊，是我儿子和儿媳妇结婚的新房，两个人结婚没几天呢，就去广州做生意去了。你看，这家具都是新的，视野广阔，地段也好。来，谢谢啊。你们小两口看着。哎，好嘞，您慢走啊。谢谢。哇，现在福城房子越建越高啊！李光南，你过来看。李光南，你不说好陪我看新房子吗？你拉个臭脸干嘛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福城现在越来越好啊，老陆为什么要走呢？福城再好，白兰不喜欢也没用。可是这有家有朋友在啊，他一个人去上海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被欺负了怎么办呀？陆小陆才不会被欺负呢，你哪次被欺负的时候不是他挺着你啊？说的对啊，陆小璐，他怎么可能丢下朋友不管呢？嗯，等很久了吧？怎么样？哥给我留下来的，帅吗？嗯，这儿以后就是你的专属座位。我比你早下课一个小时，用这一个小时呢，把周围全都熟悉了一遍，什么书店、文具店、饭店，全都摸清楚了。嗯，你要的参考书。还有效率吗？那你一会儿干嘛？当然是回家复习了。跟你说啊，我现在浑身上下都有股使不完的劲儿，连我自己都怕。那我也去跟我同学继续复习了。嗯，去吧，晚点来接你。好，帅爆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。怎么了？李光出事了，李光南出事了。再晚点，小李要被扒皮吓活了都。什么情况？领头的那个叫胡老大，还有身上带着刀，像几个不要命的。啊，胡老大，对，走，去会会他。哎，等等，你怂什么？我，不是我长这么大还没谈过女朋友，你说我进去，小面要是送了，你想想我刚开始上课，哎，别说了，老师，我有个办法。一会儿我先进去，我先会会他。哥，别玩了，看看这168599杂志，太好了。看什么杂志？你认识字吗？你就主要看图。哦，这可以，从哪儿来的？
好久不见。哟，陆大江东，好耐没见呢。为什么帮我兄弟？你哥进去了，这破溜冰场迟早是我的。我知道你惦记那块地儿很久了，但这跟我兄弟李光南有什么关系？哎呦，躲躲啊！不识时务，看不清形势啊！啊，跑到我店里来，说我霸占了你哥的地盘，砸了我的东西不说，还打了我的人。就打你怎么？说多少钱？我给。最少这个数。好，500就500，但我让你今天放人。钱是这个数，还有事儿。还有什么事儿？你猜。说来听听。这些年陆大江处处压着我，我在浮沉没少吃苦头，今天你跪下来喊我一声爷爷，从这钻过去，我就放了他。跪呀，跪下，跪下，把他弄走。多呀！不行不行不行，这劲儿太大了。哎，不过你今儿那小板说骑进来救我是太帅了，还行。会那个就是，噌一下甩尾，那就更帅了。哎，说的对啊，回头练去啊。哎，你那个烟雾弹是怎么弄的呀？你看那胡老大呛的啊，就啪就啪，这还不简单？糖水啊，加上几根鞭炮。再加上辣椒粉特调，够劲儿吧？啊，辣椒粉儿，怪不得，怪不得，怪不得。那个小洛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冲动误事了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就谢谢大家了。今天救我一条小命，李广南干了，你们随意。钱不多，就急用。你这什么意思呀？你也是帮我哥打抱不平。那胡老大跟我哥斗法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，他很明显就是借题发挥，不怪你。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，千万别一个人扛。用不着，我呢，被霍老大这一关，其实想了挺多事儿的。你看啊，奶茶配方现在还在我们这儿，我们依然可以做生意赚钱的。咱们俩负责包装设计和销售，长脚来宣传产品，阿英可以原材料，对，负责原材料。小学怎能就管钱？
实在人手不够了，可以叫那个朱衙门官过来帮忙。对对对，对吧？生意赚得越来越大，钱不就还上了吗？主意是好主意，但我早就说过了，我得学习，我要去上海。哎，其实我也想学习，但凑什么热？我不想，我不想，我不想。你刚才还跟我说，遇到事儿了别一个人扛，这怎么哥几个刚想干点正事儿，你就先溜了呢？你是我们的主心骨啊！你要是走了，他们再来找我们麻烦怎么办？对呀、啊。那你实在想走也行，咱们把生意做大了，你带着钱走嘛。对对对，你现在就说走就走，不管我们了。对呀、啊。啊，阿英说的对，我觉得说的特别对。行了，行，我帮，但说好了啊，就这一次，就一次。倒上，倒上，干杯。还是小猪够意思。给我尝一个呗。来。来，方亮。哎，请你坐。来，方哥。张总。奶茶服务员。开业大吉！Swedish. Hey. Swedish. You are my sweetheart. Name, base, surprise. 唐江，你躲我干嘛呢？啊？小鹿呢？哦，他好像去厕所了。去厕所了？啊？我今天可是一天在学校都没有见到他。啊！光南，小鹿呢？别等了，这两天开业大酬宾，小鹿忙不过来。那老师要是问怎么办啊？就说他生病了。啊？他生病了。生病了。嗯。
白兰，我说错了，他没病，他妈病了。他妈病了。嗯。来，吸管，来两杯，下次再来啊。来，小鲁，不好意思，你赶紧回家看看去吧。怎么了？你过来，我跟你说，我跟白兰说，你妈病了，然后她现在要去你家，露馅了。回来了，阿姨好。哟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妈，工会吵架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工会有工会的人管，我儿子都快跑了，我还管这闲事？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这样，妈，我陪您去看看，行不行？别给我捣乱啊！我还敬上牌了。你快走吧！别给我捣乱！我不是故意的吗？哎呀，你造反呀你！你干什么？你叫您去换个衣服，您快去换！你这干什么呀？我帮你打麻将，妈。白兰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阿姨生病了，我来看看。我妈她不在家。不在家？啊，真不在。哦，我正跟阿姨们打麻将呢。白兰，咱们出去说吧。这不是阿姨的声音吗？我妈她。小兔崽子你，越来越长本事了你说你。阿姨，白兰，你听我解释一下。我承认我最近是旷课了，但那是事出有因。到底是事出有因，还是根本就没想好好学？你不相信我吗？我每天上班在学，吃饭在学，我就连睡觉都在学，就是为了能跟你一起去上海。可我的世界里也有我的朋友，李光南他们的事我不能不管。我希望你能理解一下我。我知道你的世界里有很多人，但是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够理解你呢？我那么相信你，可你呢？说话啊，怎么不说话了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吵架了，一定是跟女朋友吵架。吵架了？我怎么感觉你幸灾乐祸的？哪儿幸灾乐祸了？我幸灾乐祸了吗？这年轻人在一块儿吵吵架，这不很正常的吗？咱俩那会儿谈恋爱的时候，咱俩吵架吗？不吵架呀，就是，都是我让着你啊，就是因为你说的都是对的。就是啊，那我说的都是对的，对的人在一块儿他就和谐，哎，是不是？对，这在一块儿他不和谐，从何谈什么天长地久啊？啊，从哪儿谈什么白头偕老啊？从哪儿谈什么海枯石烂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说呀，这不和谐就长久不了。哎，哎呦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我说最近这是
怎么了？我这胃老是疼。又开始胃疼了？嗯。所以说这种话不能随便乱说。什么话呀？更不能把自己的身体健康拿出来去吓唬人家白兰。谁吓唬白兰了？这是这这小兔崽子跟我气的。你看为一个姑娘她。啊、爸妈，我工资袋给我一下。小王。嘿，大王。出出出出。一对五。这李光南欠你的钱。剩下我尽快还你，以后我不在，别再找我兄弟麻烦。哎，等等，这个姓陆的呀，没什么优点，啊，就是仗。来，给陆总倒杯我们福臣特调的茉莉花奶茶。哎，陆哥，喝奶茶。这不是我的奶茶吗？哎，哎，疼！哎哎，陆哥，陆哥，陆哥，干嘛来？好了，说吧，胡老大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首先啊，我代表我们公司对您表示感谢。啊、不，对您们哈、啊，对您们这个给予我们公司的这个发展，这个支持表示感谢。剩下来呢，交给你老五，给陆总好好说一说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陆哥，是李光南。他说只要我们配合他演一出戏，我们一年的饮料费他全包了。来，还有几个要李光南啊。哎哎哎，小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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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干嘛呀？你干嘛？你松开，你干嘛呀？万一有误会呢？有没有误会你还不知道吗？说为什么骗我？骗你怎么着了？我不骗你能留下来吗？啊？你拍拍屁股想走人，考虑过我们？考虑过奶茶店吗？让开！要走，要留，要去哪儿？这是陆小楼自己的事儿。小陆，这句话忍很久了吧？啊！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呀？干嘛呀？一起错过高考，一起打架，一起处分的时候，你他妈怎么不说是你自己的事儿？现在因为个白兰，你要跟我一刀两断是吧？啊！断就断。小陆哥，小陆，你不说咱是个赌合吗？做一个傻子。有事儿吗？我接你放学啊。不用了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。嗨，白兰。啊，白兰，这就是你男朋友啊？对。哎，同学你好，一会儿我请大家吃西餐，你要不要一起啊？你想去吗？好啊，走，走。Thank you.
白兰，你平时都怎么复习的呀？马上又要一门考试了，我都愁死了。其实也不难，多看几遍就好了。明天我把笔记借给你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哎，这首歌好耳熟啊，是欧美特著名义摇滚乐队的歌。对，你也喜欢听欧美摇滚呐？我爸爸以前经常出国，每次回来的时候都带很多很多的打口磁带、打口光盘，都是一些国内听不到的。你们要是喜欢的话，我可以借给你们呀。哎，那我拿书给你交换吧。王朔、莫言、王小波，样样都有。有没有苏童的？我最爱读苏童的书了。当然有啊。那我回头就沾沾光喽。哎，你们饿不饿呀？我们点餐吧。好呀。服务员。先生你好，请问现在点餐吗？啊。你们先点吧。他们家的萨拉米我特别推荐。可是我听说德式的萨拉米脂肪含量很高哎。苏童不是说过吗？一块肉无论怎么烹制啊，肥肉才是它的灵魂。行，那就听你的。一份德式萨拉米，外加一份菲力牛排，五分熟，谢谢。我要三分的西冷吧。我也一份西冷，七分熟。小鹿你呢？这个吧。好的，几分熟？八分。那我也跟他一样，八分熟啊。刚有个客人点了个八分熟的菲力，你说这不是故意为难人吗？吃牛排哪有吃八分熟的呀？是啊，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个土老帽。哎，咱们随便给他做得了。也是，估计他也吃不明白哈。可不是吗？走吧。白兰，你跟小鹿怎么认识的？大学同学吗？他是我食品厂的同事。同事呀？那他哪个大学毕业的呀？正准备好了。白兰，你喜欢的男生跟我想象中不一样。是吗？那你觉得我应该喜欢什么样的？我觉得像你这样优秀的女生会喜欢有见识、有文化和你有共同话题的。至少得是个大学生吧。他很快就会是了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们那个厂里仓库啊得值夜班，我得回去一趟。像我们这种小工人啊，时间实在是不自由。哎，那个牛排上了，一会儿你们就分了吧，挺贵的，别浪费了啊。我先走了。撤了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啊，哎，不是，放了牛排不吃，非要跑过来吃这个。你不是一直说要带我来吃这家吗？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其实说实话，我刚来福城的时候特别吃不惯，我觉得这儿的东西都是甜甜的、淡淡的，不适合我这个北方人的胃。哪怕到现在，我也没有完全的适应。所以说，强行的改变一个人的胃是很难的。就像这碗鱼丸汤，
喜欢喝它的人不一定喜欢吃牛排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你说的那些话，我觉得说的没错。这里是你的家，有你的家人，有你的朋友，如果我强行把你带走的话，是不是太自私了？别这么说，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心甘情愿离开的呢？今天我来找你，就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，骗你是我不对，但我是真的不想让你失望。但如果有一天我让你失望，我害怕你会后悔为了我抛弃这一切。我是不会后悔的。不好了，哎，小鹿，光南出事了。你听说过狼来了的故事吗？不是，这回是真的，这回真的是真的。是真是假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啊？哟，挺气派啊，演技不错啊，服装也不错，哪租的呀？怎么跟陶姐说话的？那小群演演的也不错呀。你们到底有完没完啊？赶紧把李光南给我叫出来，我倒想当面问问他，回回都用这招，他累不累啊？李光南到底给了你们多少钱啊？演这么卖力，租个 KTV， 穿个小皮衣，一个个在我面前演起大姐大来了是吧？当我陆小璐小倩是不是啊？瞪，再给我瞪一个。坐吧，小鹿。已经很久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了。你说他叫什么？罗春桃。嗯，不在家，坐下。什么江湖人称桃姐？什么江湖啊？你怎么认识他的？李光南跟他家 KTV 门口卖奶茶，保安不让他卖，还把他摊儿给掀了，他就跟人家吵起来了。我不就过去了吗？你叫陆小璐，是陆大江的弟弟。对，我是陆小璐，陆大江是我堂哥。你小的时候我见过你，长大了认不出来了。你见过我？我怎么对你没印象？太久远了，感觉像是上辈子的事儿。不过这个陆大江为什么总是躲着我呢？要不这样吧，你把他带过来，我立马放人。我哥进去了，判了五年。哎呀，现在他可以彻底的躲开我了。五年是吧？没问题啊，我等着他。哥，这人明显是冲你来的，该不会是你仇家吧？不是仇家，是冤家。冤家？哦，哥，他该不会是你说的那个老情人吧？
你别找他麻烦了，啊，他一个女孩子也不容易。我船屋电视机底下的柜子里面有个铁皮盒子，你把里面的东西给他看看。我只能帮你这些了，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。他跟你道歉，能不能先把李光南给放了？十五岁那年，我遇到流氓，想要占我的便宜，是陆大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他那会儿都不到二十岁，他穿着一件皮衣，带走了送给他的八味镜。血把他的白围巾都染红了，不过他还是打赢了。后来他跟我说，以后跟着哥吧，哥能保护你。然后就带着我到处闯荡，我们开过黑车，擦过皮鞋，还卖过香烟。他还跟我说，等挣钱了就娶我。你哥这人挺仗义的，经常借钱给他那些狐朋狗友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他因为找借钱不还的人要债，打伤了人，全扔下我就跑了。我哥他去了香港。我知道，我在他回来之后，听别人说了他去香港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不是想扔下你，而是不想牵连你？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难道我不能去香港找他吗？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，为什么他一个人做主？他根本就不关心我到底在想什么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，今天晚上留下来陪酒喝一杯。
气派，酒好喝。那以后如果请这个 KTV 都喝你们的饮料怎么样？真的真的假的，陶姐，你要是我们大客户，那我们就发达了呀。是啊，这那什么，哎，一表诚意，这片我干了。哎，不用，你喝没用，我要他喝。我俩谁喝不一样啊？对呀，姐。你哥以前号称是千杯不倒，不知道你的酒量像不像他。这样，咱们今晚的生意能不能成，就看你的诚意。那我们诚意肯定是够呀。喝就喝。干了，陶姐，一点没剩。来，一起来一个，一起来。陶姐，真高兴，再来一瓶。来，一起。来。叫我干嘛？吵死了！你是我，哎呀呀呀，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。你能不能清醒了以后再表白啊？嗯，不行，我就要现在说。啊，我还记得我刚来的时候，大家都不跟我玩。他们嫌弃我是乡下来的，说我又土又穷。不过就你，你不嫌弃我，跟我一起玩。我爱死你了！这么恶心啊你！信不信我？我今天我……陆小璐啊！我就知道。不会丢下我不管的。李光南。咱俩是一辈子的好兄弟。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我一定要救你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好好的，我就能安心的离开了。好。